我那时候就觉得是不是要做产品，然后就请播呀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要做什么？然后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、啊。然后我就有一个画面，然后我就问他说是要做我脑袋那个画面的东西吗？然后就请播呀。我就说师傅你，就是我真的是太无法理解这些花花草草了。可是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是什么？你直接告诉我，你就给我字，你直接告诉我，你不要给我图片。他就给我吃草，我就带着很疑惑的想法去问说，是不是食草？然后他就给我醒龟，我说那真的有这个精油吗？然后就醒龟，我他也去给我吃草，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图案跟我脑袋的图案是一样的，哦、所以我才跟他说，我告诉你吃草啊，他是吃草，我确定了。他说师傅说那个也要加吃草，对，真的是第二次，对，那第二次遇见贵人精油，也有吃草，所以就确认了。